在中国，做刑事辩护，尤其死刑案件的辩护，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，司法不独立，法官不独立，法官他，受到公权力的限制和制约，尤其是来自公安权力的制约，所以在很多死刑案件的辩护当中，我们发现我们提出来的一些很有力的证据，或者法律依据，但是完全不被法院采纳，所以我们在一方面通过这些案件去尽量的去营救这些死刑冤案。死刑错案的受害者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在就是联合各种力量去推动司法的独立。这个世界反死刑机构推出来的这个反死刑辩护手册，对于全世界各地推动废除死刑的律师来说，都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册子。它有很多适合各国的一些经验、一些技巧。我们也会增加适合中国地区的这些特殊的经验和技巧。那相信这样的手册会对死刑辩护的律师会起到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。